一开始走。好，诸位父老乡亲，此人罪大恶极，今日游街示众，以正法典。道具，你干嘛呢？哪来的钱买的新手机啊？不是说我打游戏老卡吗？我刚从找量 APP 上买的新iPhone 12，我跟你说，关键是比新机便宜不少，超级划算。你也赶紧去买一个啊！你能不能把鸡蛋给我整好？能不能换个好的？没问题，导演。二蛋，上单。来，哎呦我的妈！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。道具，我操，这面挺真的。超招。假的吧？都查了。假的，我的眼睛。疯了！3、2、1，开始。龙王爷，您就别下雨了，快写个情愿书。把蜡笔写。啊？写啊！咔，得，怎么回事？不是专业，他是。我操！3、2、1，开始。可以了，江爷，酒来了，酒来了。这是不是哎呦我的妈！